为了展现破釜沉舟的决心，也为了展现我们一定会赢的信心，所以我现在宣布，即刻起我要辞去我担任六届超过20年的立法委员职务，而且我不会给自己留后路，即使选举不成功，我也不会接受不分区立法委员的职务。我现在就要来签署这份辞职书，而且待会就立刻会专人持送到立法院去。按照我们立法院的规定，我只要持送今天能够送到的话，那今天他们受理的话，今天就会生效。谢谢。